各位同心哈，啊，两在上课前要过这个时间啦，要哦，必须要啊签名，赶紧来哦，无开在上课。要过这个时间，你看哦，我外无用，你看，哦，我咧排队啊啦，开始排队啊。要下课啊，签不起了。下课，我。半点，他下完课是不是马上就要走？跟农，他农监哈哥，他这不，请先就位一下，来各位委员，请先就位一下。因为各位委员呢，咱卖耽误上课时间，现在下课时段哈，必须就个利用时间给各位签了哈，一上来。我们的上课时间哦，美国在监看呢、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时间上课。来，各位东心，各位东基，众将官，大家晚上好。啊，真欢喜，过这四十分钟以后，这点招就结束。我今日伫这个所在，这节课呢，我是以国安参谋联席会议的执行长，来直接上这个课。各位拢是参议员，还是众议员？所谓的参议员、众议员代表啥？民意代表。当然，民意代表，坦白讲，有很大的一部分呢，都会感情用事。所以呢，各位得天独厚，但是呢，你后摆伫议会伫讲话的时阵，也不能离题太远。啊，最近。美国已经一步一步向咱台湾民政府抛出气象球。台湾民政府佮即马来很频繁的伫点招，但一点感觉讲奇怪。啊，是安怎这三年拢无伫点招，啊，即马临时拢伫点招，其实也不是临时伫点招啦，这是因为我们很快的时间呐、啊，我们会接掌政权。啊，我当个各位讲几个最近发生的代志，予大人知影，知影讲到底台湾即摆发生啥物款的工课？即摆伫学院即个学生囡仔伫创啥？你若他看来滴无即个法理观念的人，坦白讲，你看无即个局势。你来看学生囡仔拢咧画啥？讲咧维护中华民国体制，马英九要下台。各位，维护中华民国体制，马英九下台，这就一半尔。但是我要请问，马英九下台，什么人上台？吴敦义。哇，我跟你讲，真正是下面又换一个创赛，啊，不是安尼吗？所以现在学院就在变啥，搞不清楚。啊，美国嘛讲很奇怪啊，啊，刷入去。现在学院讲维护中华民国宪法啊，要求我讲真正足可怜的啦。所以我真侪东西，你哩甲我讲，台湾民政府为什么都不站出来？我们不是不站出来，因为现在学院的背景非常复杂。学院甲今卖为止差不多18天、19天啊啦。其实发生第4天以后啊，咱就是这个所在。上课的时阵，你去查咱以前上课的记录内底。其实当初咱就跟美国已经讨论过啊。美国的国防部，咱的 USMG， 咱这个主管呢，含咱讲的时阵哦，在迄个时阵，伊就讲三点。伊讲对三点呢，我两个在咧讨论的时阵，安怎讲呢？用 radio， 马英九。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是不是？我摸唔到，伊不是台湾总统啊。马英九是中华民国总统，伊讲请问，是不是你台湾人当作是中华民国人投票给伊的？这点我不爱甲回答啦。啊，其实我心里面有感觉啦，摸唔到啊。伊讲马英九摕689万票。当选的对不对？
王氏啊，这老早你就知影，因为当时伊有讲预测，你会记得无？伊讲卖叫赢八十万票啊！伊讲，哪阵恁真正对马英九这人感觉无好，要甲换掉？按照和平跟民主的程序，甲罢免。这是老尾啊，国务院发表，你有看无？伊讲和平并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学运，是咱台湾人听无看无啊？什么叫民主方式？你伫游戏规则内底，你登票给伊，你惊要甲救来，你甲罢免嘛？其实伊个罢免的门槛太悬咧，啊！但是讲实在啦，互你罢免啦，无顿立起来，敢无话？无话呢？换汤不换药呢？所以学问拄啊开始的时阵讲啥？用逐条审议，会记得无？我甲你讲，万一又谈啊足好诶！学生若讲逐条审议，讲 OK 没有问题，马上通过逐条审议，一条一条审议吧。国民党占大多数，干毋是？逐条审议用党纪甲结落去，逐条嘛通过，无过嘛是怎过？啊，学院你去创啥？所以第二点，美国佫讲。根据于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大法官的释宪条款319条，329条，内底讲啥？明文规定，国家各国家那签迄个推体条约的时候，必须送立法院审议。但是那签 agreement 的时阵，就是协议的时阵。唔免审议，直接送立法院备查。伊讲 Roger， 你敢会记哩？阿扁啊，是恁台湾人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阵，所通过的 WTO 国际贸易组织、WHA 世界卫生组织，迄当阵是毋是拢送立法院审议？迄个做备查，讲是啊。安尼我愈讲，啥物就愈细。第三点，伊讲这学生囡仔占了着立法院、甲行政院，你有看镜头无？我有，背玻璃、背窗啊门、背围墙，我是啊。伊讲这个民主的风范吗？这是准革命起来呢。你要伫伊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干胜，你玩不起啊。所以讲，那伫美国占领国会，伊讲绝对甲你关到他们心杀无。所以，自从讲这三点以后，咱台湾民政府对这边的学运啊就不发言了。当时我讲，学运的五个学生领袖，这个背景什么物件，你敢知啊？这里五个学生领袖的背景是小英基金会的成员，所以当这学生也变入去立法院的时阵，警察要入去内底甲拖走的时阵啊，立法委员、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挡伫门口，无爱让警察入去啊，所以学生不增援，啊，就变作没有办法收拾。其实，咱差不多是两礼拜前，甲美国都已经交位交换过意见，所以这个代志，台湾民众的立场，第一，对于学生被殴打这个代志，我们表示同情和遗憾。第三、第二点，中华民国的事务，台湾民政府暂时无要管。咱无要管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快要执政，在这个时阵，任何事情都不能在我们台湾民政府内发生，因为咱一定要教化你一波一波向头前走。昨天
国务院的亚太司的助理国务卿罗素发表一个文章，今日报纸拢有。我唔知恁有看这个《自由时报》无？《中国时报》嘛有，《联合报》嘛有。但这段我爱头讲一听，因为三四天前 AIT 的理事普道伟，伊讲如果学生机关霸占立法院，在美国是一种非法。其实两礼拜前，咱就知影美国的态度啊，所以我们一直忍耐，不爱发表。即摆刷的是学生这两家，伊讲要开人民会议，但是伊画中华民国万岁，这就是讲蔡英文所讲的，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伊讲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你若是中华民国体制下，你开什么反拢同款，对台湾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想想看，美国敢会帮忙中华民国可以建立国家吗？绝对不会，不是99%，是100%绝对不会。美国这边的担心下，但台湾民政府茁壮，咱台湾民政府真辛苦。这三四年来，大家办的上课就是要扣人数，咱欠4000个，咱这边点招，他们讲才2000几个。当然，咱已经在事务局、政治局点招，有甲国语讲，每一位要去做内阁的人，一定要带三位同心同志一起赴任，因为我不爱看到讲，你去接到迄个政权、接到迄个位的时阵啊，2天3天就叫人更出来。我所谓更出来，不是啥物啊，就是你叫人害死啊，啊，不是真正死啦。就是坐袂住，无唔对啦。你唔通讲骂呢？我跟你讲，我是足烦恼的，我真的是非常担心呐、啊。所以我常在讲，咱台湾民政府所有的人，不管是你的内在、你的外在，你都要自己打点。有一个真好的现象，即摆政治局、事务局，大家拢穿西装，这真好。这无穿这个西装穿落去，会约束你的行为。你这条帕子甲挂落去，会约束你的行为。你若要做歹代志，上好你这帕子爱慢掉，你不要挂着。你要食槟榔，会使哩，帕子慢掉；要食薰，帕子慢掉，才食薰。做会到无？各位，我即马。爱甲各位讲最近的代志 ，AIT 的理事伊讲学生也是非法，但是 AIT 台北的 AIT 发表，迄发言人讲，美国不愿意发表任何评论，原因是啥？很简单 ，AIT 是民间组织，他不能发表学运是合法还是非法。但是昨天，美国的亚太助理国务卿罗素，伫正式的记者会内底正式声明，这段你来看，这段内底有两个重点，伊内底有特别讲两点，你听清楚。第一点，伊讲美国不做两岸调停。就美国无要做两岸调停，这两岸是什么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跟台湾无关的哦。中华民国即卖你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签服贸，迄是因的代志，迄毋是咱甲咱台湾有关呐、啊。当然，伊影响了咱台湾人的生活，也影响，但是呢，伊迄是。两个中国在签的物件。第二点，这点的发表，他们讲，所有的报纸，所有的政治人物拢很震惊，尤其是咱台湾民进的人，看到这个新闻，你也该知影，这个新闻就是讲，
美国政府一贯立场是不支持台独，但罗素证实中也罕见的指出，听好清楚哦，美国支持台湾的自治，这个自治就是 autonomy， 咱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内底，我们反对自治，那个自治是 self government。 无同款哦，咱一向咧讲的，就是这个 autonomy 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你日本天皇的所有权之下，台湾人治理自己台湾，唔是所谓的英文的 self government， 就是迄个主题的定义大同同款，所以你爱听清楚啊，因为英语啊。 说到翻做汉文的时阵啊，有时候你很容易误解。所以咱咧上课所讲的，我都甲各位讲过，唔是今日讲，明仔日的事情，一定要时机成熟，美国才会按照我们所讲的去做。他咪讲，咱所做的，唔是咱家己做的主张。 所以外长啊，各位讲，有两件事情我们马上要做的。第一件，美国的有关单位已经答应台湾民政府可以发行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的台湾人民旅行证件，6个月里面，怎么这个旅行证件会由美国有关单位？ 帮我们做，尤其监管的晶片，是一定要由美国的有关单位来做，美国的国家安全单位来做。刚才的身份证同款，当然即马台湾有真侪政党还是派别，啊，你做身份证一大堆啦，啊，有影印的啦，啊，有无影印的啦，各种的身份证都有啦。 但是各位，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你可以很大方，不用害怕，不用迟疑，提出来使用。这个身份证，在日本，在去年12月20号的时阵，大家已经有证实，这个身份证在日本的机场会当换钱。我讲换钱，不是身份证去换钱啊。 就讲你换钱的时阵，一证明做你的身份的证明。在美国坐飞机，你也当用这个身份证证明你的身份。这个身份证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嘿 ，USMG 这四字不是写假的，那要写假，咱的身份证出来2-3年啊。老早台湾民政府这些干部啊，叫中华民国。 会发怒啦，掠去死啊！啊，这故意来，啊，你个不要看，我就觉得很可惜。都唔是讲在座各位啦，这故意来，你将你的旁边的台湾人还佫看无，这个责任唔是你旁边的人，是在座各位你的责任。3年啊，你还佫无都敢说服？啊，你想看卖啊？啊，那你做议员，你是咩说服你的老百姓？噶唔是安尼嘛？ 所以，我希望各位在座各位为即马开始，伫外口啊勇敢站出来，系自由时报者所讲的，含咱台湾民众所讲的，是毋是一模一样呢？伊过去美国毋捌讲过，头一摆讲美国支持台湾自治，这个自治毋是中华民国自治呢？真正有一挂推下面的，真正讲中华民国要何自治啊？ 美国讲过啊，中华民国没有拥有台湾啊，怎么中华民国可以自治？所以，中华民国跟台湾一定要拆开。这是他都要讲的，旅行证件是第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好消息，我们已经决定，在这个月的月底或者下个月的月初，当我们的参议院、众议院组织完备以后，我们正式。 要通过
向美国有关单位重建基金申请第一笔的台湾重建基金2000万美金，啊，你好吗？所以各位，你来你点招，这不是点招假的呢。你来你点招，你对自己个人的行为要自己负责。你给个人，你外号，诶，所作所为要自己负责任。台湾民政府，拜托各位做革命先行者，不必做革命先烈。革命先行者，外当阿可以保证，只要台湾民众执政以后，所有的人，干那只四千人尔尔，你若要做政府官员，会当做一世人，做到你白走为止，安尼好冇？好。当然，其他人爱照咱的政府的规定，咱若后摆要甲规定，讲几岁退休就是几岁，独独是四千个，唔免退休。因为各位是革命先行者，这就是今日各位这么艰苦在这里受训，忍受上少六天，还有四暗在这。各位，咱台湾民政府，包括咱这个所在，你差不多有看咱的椅卡都在改建，咱的椅卡要改建100多位。每一个人后摆来的时阵，只要在你的 PC， 就是个人电脑，你都可以上网，在咱的所在使用。后摆台湾民政府将要发全台湾800万户的住户一户一架电脑，每一户电脑，你若要申请物件，唔免去机关内底，只要上网去查就可以了。啊，拜登一定爱电脑化，所以我伫这个所在，嘛爱甲咱所有同心同志、众将官等个讲，你不要电脑诶，拜托诶，用上紧的速度爱去学。这无开机上网这种很简单的动作，你一定爱诶。尤其是即卖电脑非常方便啊。你若不要怕伊个，用嘴讲嘛会使呢。安尼电脑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方便到即款的程度。你若要讲你不要电脑，各位，安尼要甲你派人政府官员，我们要非常小心啊。所以伫这个所在，搁再一摆，我提醒各位，你做政府的官员，尤其是各位，定义是民意代表。老百姓代表不一定是有法度完全照法律，这是真明显的事情。你看看美国的军政府和美国的琉球的民政府啊，在琉球的美国军政府，跟在琉球的美国民政府，双方啊是永远袂合，双方是一天到晚跟你冤家。所以我可以想象得到。台湾民政府接到政款以后，和美国的军事政府中间一定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摩擦。在这个时阵，咱来讲一句话，就是一切照法律。美国毛已经答应，一切按照法理进行所有的事务。啊，你好吗？好。他们讲。台湾是足安全的啦，你唔通叫是福茂由咱台湾顶落去。福茂讲一句较简单咧，这是一种诶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即马是美国一直在推崇的。我们将来台湾民主势必也必然会碰到，含中国马爱签类似于福茂诶这种诶自由贸易诶协议。和日本也是同样，日本虽然是我们的母国，但是一样，当然和美国也是同样，和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因为这是一种世界上的潮流。所以我要请教各位，
现准是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服贸的条文，有位头看到尾，请你举手。拢无咧，唔免公开，你的网络上拢有啊，你看网络啊，网络上都有啊。啊，你也想看咩啊？有一天，咱若要签类似于服贸的自由贸易啊，啊，你在座各位拢是议员呢，啊，你拢无看呢？啊，那恁是免啊投票？反正中央讲什么，中央说举手你就举手，安尼吗？不可以啊，对不对？咱一定要去看，做一个议员不是遐简单呢。做一个议员，对于法理，对于所有的议事规则，拢爱办呢。不是讲你要做官就做官呢，安尼是无效呢，安尼国家未进步呢。所以，在真短的时间内底，尤其是这个月，我估计我们中央的参议员、中央的众议院，马上要成军了。有真侪法案。已经各位各位，各位你免烦恼，你伫中央诶参议院，还是众议院，地方州内底某参议院、参议会甲众议会，嘛是同款。所以你不管伫州内底服务，还是中央服务，你的心态都要一样。唔是讲伫中央较大，啊，不过我希望咱台湾内底所有的人。一职业没有贵贱之分，做梦的嘛是朴素呢。当做梦的，我都包很好的木工，你无多呢。读册是上个无效的，等到生活上的体验啊，遐技能啊较是重要。所以我当个各位讲，我一定要希望台湾后摆。所有的职业没有贵贱之分。你无读册不要紧，你有功夫，你的功夫买当变做变做博士呢，买当变成国宝呢。德国人学这啊，日本嘛惊这条了。所以你甲看，你去日本，你去真看甲看卖啊。虽然一年收一季，台湾一年收三季，台湾人诶农村的生活。真歹，日本一年收一季，生活真好。你讲要买车，人伊冇车；厝那起比伊较水，大项都有。上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尤其这边小林木啊，就是咱去年十二月去日本的遐办迄个演讲的小林木啊，伊在台湾这两天啊，拄啊转去，伊摕一挂相片给我看。为日本时代，因农业生活、农村生活，我是非常非常震惊。我看了，我嘛家己甲我耐心讲，后摆我们一定要学这点。但其实唔是你学，你日本时代，咱台湾人都做着啊。什么代志？伊我看差不多一百张的相片、照片啊，唔是图片啊，照片。看照片的时阵，伊拢无法看其他，放大相片内底涂卡给我看。不管伫砖卡、伫刀器，所有的所在，所有的涂卡没有一点点的垃圾，一刷垃圾都无，一片纸，还是一片无必要的物件拢无。我很震惊，罗贝尔。我有请教，咱现主席的中心年纪较大，伊讲，迄当阵日本时代嘛是安尼啊。日本时代每一个月拢有定时间摒扫啊，真好。我希望这点，民众执政的时阵一定要甲改善。但是咱为即马开始，咱所有中心领导。离恁头二十公尺的所在，我希望清清气气，无一点点的垃圾，安尼好唔好？好，拜托各位。
为咱做起，为咱台湾民政府的所有成员开始做起。咱来做好老百姓做楷模，咱来替百姓设想，百姓希望的代志，咱来替伊做到。我跟你讲，后摆钱无遐重要，所有咱台湾的公务人员绝对予你有法度生活，啊嘛袂予你一日做做甲过劳，绝对是每一个月，哎，每一年有两个月休困，予你有钱会当休闲。我阁讲一摆，我们民政府执政，马上东部的高铁，希望发国际标。两年内底甲分段马上甲完成，安尼就城市甲乡村没有距离，安尼好冇？我有迄天啊，去宜兰，我坐迄个雪隧，迄雪隧听讲做十几年啊，我感觉讲迄是足过分的，迄拢是你贪污啦，绝对是贪污啦！你敢看迄奖金了，你就知影贪污啊！后摆这方面呢，我给你保证，至少我眼睛看得到的，绝对不允许贪污，绝对要开国际标，让咱台湾人会当做真真正正国际很高级的台湾人，安尼好不？所以，咱所谓议员伫这个所在，我甲各位拜托，咱伫上课有讲的。第一，咱之前的时阵，现准时的八十万的大学生的助学贷款全部唔免还，由政府负担，好唔？第二点，十八岁以上的查甫甲查某，只要父母伊若无两栋厝以上，一律由政府配栋厝给伊，安尼好唔？你免烦恼，钱的来源我会去想办法，你甲通过就好啊。安尼真简单嘞，啊，通过是恁的功劳嘞，啊，讨钱是我的责任，啊，通过是恁的责任，啊，对不对？我们执政要发行政台币，我甲你保证，一块政台币。中华民国的新台票要四十万，给他换一块。这是转型正义。有的人就是说我在开玩笑，什么人换四十万换一块会乱？你这乱花看嘛呀？咱以所有的派出所拢有鞭刑式，乱一摆拍一摆，我嘛不爱给你拘留。反正你俩啥的，我别讲没有法理的，我们就送我们的派出所到鞭刑室去拍，拍唔到边嘛，要赔你钱就好啊嘛。啊，中华民国不是拢安尼吗？中华民国甚至讲枪杀，啊赔偌济，600万，啊，佫经过几啊十年以后才赔呢。咱后摆有中华民国嘛？你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就是中国人，敢不是？所以有的人到今天还不爱相信台湾民政府所发的台湾政府身份证，反正的这前的时候你如果有我也有，不好意思，咱有他不一定有，咱这前那张轮我们设一个停损点，你是中国人，以中国人的台币给你。我再跟你说一次，我所讲的绝对不后悔，绝对兑现，好唔？你敢有责任甲你旁边的人讲，要听唔听记在伊。时到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咱就甲当作中国人。我伫上课嘛讲几下摆，中国人，咱是台湾人呢。虽然美国有跟咱讲，1949年十二月以前来台湾的是不是当作中国人，当台湾人？我说 no， 我们绝对反对。我跟美国讲一点，请依照国际法行事。印度点名啊？4月28号，奥巴马
要跟日本天皇见面，我几个月前就讲过了。那时候美国还发表的阿比，现在终于发表了，要去三天两夜，会跟日本天皇见面。我们拭目以待。像美国跟咱讲的，是不是会实现？奥巴马是不是跟日本天皇讲？已经战后这么多年，奥巴马也希望讲敌敌苏雄来留名呢。所以一定会甲日本天皇讲，过去阮甲你占的台湾甲偏河，我要还你。看日本天皇好啊，唔好？这句话，敢若日本天皇当时2009年12月15号，含习近平去当阵做副总理的时阵，见面，习近平真巧，伊知影要用文攻武吓台湾是不可能，国际法遮尔啊清楚。伊甲日本天皇讲，阮即马小可有钱，阮甲你买台湾好唔好？日本天皇甲讲，日本天皇头脑嘛真好，伊讲我日本皇族从来没有卖过任何东西，当然意思讲。台湾绝对不会还。所以到现在为止，安倍晋三要修宪，你想说安倍晋三那么厚啊？其实后面什么人？美国。安倍晋三最近说修改日本宪法，不是修改啦，他从他的宪法重新解释，从现在开始他也要卖武器，他如果卖武器他就赚很多钱，啊，赚钱什么人要用？美国要用啊。所以美国过去和日本是战争，但是这无日本人得到美国的尊敬，所以美国很愿意跟日本人合作。中华民国过去虽然蒋介石和美国的合作，但是你知影，迄个时阵的中华中国啊，有四个中国，有蒋介石。在那个重庆的国民政府，有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在南京，有溥仪在东北，另外有一个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所以过去是四个中国，过去四个中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两个曾经向美国、英国宣战，啊，两个也曾经向日本、德国宣战，所以可以讲，咱过去谈的历史全部一塌糊涂，乌白写，啊，咱乌白相信。68年，咱不止个相信，甚至有一寡囡仔到今日还在相信，所以我觉得很同情。但是呢，在这个时阵，我们暂时不出手，因为安尼用上紧的速度。就咱家己本身架构完成，咱大家拢摕到台湾民政府的组织架构给你啊，这就差不多是 final 啊。国际会州长拢知影要哪做，恁的议员的位置就是伫迄个参众议会的议员。我鼓励各位，你要时常在你的州长面前出现，中央嘛希望你让来。来做义工，来做志工。你若要做志工，拢唔免人甲你教工，你都爱做啥物工课？恁来自这个所在，你有看到咱的志工，拢家己的呢，扫涂骹扫涂骹，提粪扫提粪扫。伫餐厅服务的，伫餐厅服务，拢是志工呢。所以伫这个所在，我嘛爱佮各位讲，甲各位报告。我们在很快的时间之内，我们的餐厅会把它完成。我们这个大楼在尤先生的支持之下，有很多的设施会改进，因为我们要迎接一个崭新的台湾，我们要推动台湾重建运动，台湾重建。过去的台湾和中国人不敢密密麻麻，咱爱上一个完全新的台湾，所以各位，今日咱来伫这里受训，
来伫遐听课，真辛苦。但是我嘛甲各位讲，你服装仪容一定要精致。我甲州长讲，郡守讲，你要跟议员、参议员、众议员，服装为第一考量。你要有一个样子出来。咱唔捌做过官，咱唔捌做过议员，我们总是看过嘛。我们要学习。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心，今日的课程到这为止哈。啊，下课休困。啊，请各位同心把你们的椅子向前靠拢。请将你们的椅子向前靠拢哈，谢谢。